这是台南的神农街，神农街有真侪文创商店，但是今日要入来内底找好料的。只有一间庙，庙的边有共欢光触角。啊，较少进红灯笼。今日就是这间可惜要去串烧店。哎呦，袂歹哦！这间店细细啊，但是物件行了袂歹哦。哦，啊，今仔有赤炊啊呢？什么事？要用烘的哦。哦。啊，烘面就有迄、那个有迄个汤汁伫内底。对啊。对啊。这是野鸡汤煮了有入味啊！这个烤盘，啊，烤盘的配菜，烤盘的哦，烤盘先讲一下点装饰啊，哈，要买价值的地方，对啊，然后三椒一条，然后还有什么？一百块有几钱？400哦，400块。这个洋酒虽然真俗，但是真好啉。哇，赞赞赞！再来，哇，再来，安尼总共几几串啊？4串。哦，赞赞赞！下酒最好。一家人这种伊较早也居酒屋的店，点到来是少年啊较侪哦。啊，这个，找这个买哦。这个，阮同学伊家己有迄个啥，家己买乌鸦生的。同伊家己过来哦，哦，饭啊，饭团啊，安尼家己包就对啊。我这做到位。大部分的人来到神农街，拢是咧踅街，但是内底嘛有亲像这种小店，会当饮两杯哦。